当主播玩 Apex 会发生什么事？用想的应该就知道了。快走快走快走！等等等我等我等我！快跑阿贝！快跑阿贝！阿贝快跑阿贝！别用这个！别用这个！我操我操我操！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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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讲干话吗？被枪打本来就很痛。干，我还有20秒，12秒。我操，别走了！我他奶奶的！救我救我救我！掉槽倒地！你现在才发现你队友倒地，是宰哈路啊，还是根本没朋友？我操你妈三小！看你妈三小了！救我！人太多了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救！啊！大哥，你笑够了没？从头到尾都在笑。我的脸从啥时候？我这个惨叫声，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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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哥，不要再重复了。如果有人觉得主播已经疯了，按下一个赞。三小，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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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他妈还尖叫啊！救我！我笑死！然后我的队友嘞，我队友都倒地了，救我救我！没人可以救你。靠呗！主播确实疯了，哎，可怜啊！我操！我看看我的影片就他们摆一下福利，就是会出现这种事情。